元帅亲自来赏赐，下官有失远迎，真是罪过呀，罪过呀！咸丰营李律战功，何罪之有啊？带路！哎，好好，请。
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。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。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。好，我们等他几天，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。天弼，我们不能等了，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今晚三更天，咱们来个偷营劫寨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末将愿亲自前往，保证成功。元帅，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好，来。元帅，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？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，从本关出发。